很热闹啊，大家都来了。李老师，我们十点半就到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超市买酒了。你们看，我买了一瓶葡萄酒，还买了十瓶啤酒。今天星期六，大家可以多喝一点儿。我最近身体不好，不能喝酒，我多说话。老师，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，你看怎么样？非常好。你们觉得包饺子难学吗？不难学，可是准备包饺子很麻烦。啊，好，问题。李老师去超市买了什么东西？李老师去超市买了一瓶葡萄酒，还买了十瓶啤酒。非常好。